笑，啊你若卖去我娘家遐佚佗，伊是人类你袂当去，你哦当然嘛会当去，袂当去。那这个给你，什么物件？哦，骗水珠，你得先去娘家佚佗啊。哦，有骗水珠，就当去娘家哦。是喏、哦，我知影娘家咧，我捌听过娘家。这个骗水珠，只要你早在身上。一般人类是无法进入水面，但可是只要你抓这个撇水珠，往到水中里去，自然水会上去。真正哦，这是叫所在。既然你到这个撇水珠，往到江中里去，找出梁王妃，伊自然会好好招待了你。梁王妃，那你好，多谢梁王一公，梁小妹，对，啊，你叫你叫好。就是你的战神阿撇水珠，哇！来去水池中，娘娘的所在一游，就当知影讲，我奶奶水底的生活是啥物咯？多谢恁一路小心。好，啊，到这边啊，这边，这边哦。嗯，多谢恁，我来去哦。谢谢你哈，多谢恁哦。水珠，太棒了哦！你可见的撇水珠交代大爷信息哦，万不能往到水池哦。发生大风小事，拢是爱你有你承担。袂啦，袂啦。你真正想伤多啊啦！啊，你介绍去龙宫佚佗，地主之谊，啊，你嘛是应该啦，好紧，就收紧。应该紧随背后一同回转。要倒转去啊！朋友，你怎么搁倒转来啊？